嘿，好啦，我们今天继续进行我们的 IET 战役系列。好了，我必须承认，我也在下一个战役尝试埃及。其实埃及真的很强，哼，你今年去玩两个战役，我都觉得埃及真的很强，可以自己单打很多人。不过好啦，我们现在是在凯撒时代嘛，那就 Caesar time is now. We will become the true Caesar. Caesar 讲错了。All right。哇，我们今天的目标应该是拿下叙拉古，然后跟拯救 Carthage 吧，不然我还能做什么？这意大利也不太可能，我比较习惯从这个沿从陆地沿路走过去，会比较安全。这个道理一定很差，但是 for a safety reason, we must take a long pattern。直接过海会被炸沉的，所以说而且敌人会在一定会在海岸线布防。就是他们会派很多船过来，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只能在海岸线布防，以避免他们的进攻。好了，话说太多，Let's go. Let's face our reality of the battle that our ally are dying. 我想只有 Carthage 还有办法活下来，因为我已经在附近了，我可以救。我只要拿下叙拉古，就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进攻基地，这样子。但是其他像这家伙就很担心，庞培应该是不行的啦。OK，这是有人加入了群组，哎，庞培啊，我跟你说再会。然后因为连布列吞人都攻过去了，所以哎，真是很麻烦。好啦，反正我们得冲。You need to regroup，然后你冲上去，想办法占领。真可惜，destruction。Ouch！想不到这边这种敌人。Attack！Attack！哎，很可惜，这回合拿不下。反正先重组那个战阵比较重要。他们在哪里有单位，我们就堵哪里。然后我们也得在这边组成战阵，因为很明显我们的敌人会从海上攻过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就是。好了，这是乱讲了。相信各位一定能看出来，我们很需要用阵型来挡住他们。哦，可惜过不去。如果可以的话，就好笑了。看来我们还得放着他们一回合。Shameful display. Ow. Let's continue the fight. Alright, shoot then my archers. Great job. 78点伤害，其实弓箭手真的很 OP。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觉得弓箭手很 OP 的。Negative, don't do that. Charge phalanx. Ow. Attack. Swordman. Yes, great job. Again, nicely done. Shoot, my archers，干得好哦！我指挥官在这带真的比较容易生存。或者说，我看了一下那个新的《欧陆战争六》的 gameplay，其实我个人蛮失望的。我已经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做系列的部分。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放弃《欧陆战争六》吧。对啊，1914我也会放弃。我就在说那个，我总觉得数据面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有改，他们还是保持一样的东西，就只是整个背景不一样而已。这真的很让人失望。用大征服者罗马的背景也好啊，就是伤害系统也好啊，就是唉，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现在的状况就是一个我很不想碰的状态，就对了。但是我还是会实际玩看看之后再下最后的结论。我还是会介绍这个游戏，就是谁叫我是做这个频道的？这是我成立频道的宗旨呢，对吧？就要带给大家最好玩的游戏体验嘛。就算那个游戏做得很烂，我也要亲自试刀，成为那个敢死队成员。随便你们怎么讲，反正对吧？我个人虽然感到失望，但还是会做点观察的。或许我从影片看出来也不是那么准确，你们都懂的。
Well, we shall wait until the final result come。然后最近安卓听说是在2个礼拜内会推出，哼，真够晚的。Well，我不是苹果手机，也真是抱歉。我知道有人在催我说应该赶快做录音，但是我没有 iPhone 手机。GG well play。Well，好了，没有开玩笑的。我也很希望它能同步出，但是它就是不行。He cannot do it。所以也不能怪我。怪我说啊，你怎么不玩？他们没有同步出啊，大哥、小姐，随便你们怎么讲，他们没有同步出，那我要怎么玩呢？OK，强化人口很重要。哎，好了，Let's go continue the siege。我们还要去北方讨伐这些家伙，让他们知道埃及已经到黑海了。Egypt is in Black Sea, and you shall bow. They shall bow before they died. Attack my men. Your doom is near. You shall not win. I will make my own victory. And you shall perish in death, in the Dead Sea, in the Underworld。虽然我们希腊人，哎，我们埃及人不信这一套，但我们现在是希腊人统治的埃及人，所以我可以信这一套，没关系。什么跟什么？好了，这时候的希腊人的确是，哎，这时候的埃及人的确是希腊人统治的。所以，yeah，you know the idea of what I said here。反正不管怎样，我现在是希腊埃及人。混合的。Yes, we besiege, we encircle the city. They shall perish soon. 我的枪兵走得有够慢的，哼，没办法，河流太多。凯恩，Attack time is near. The day of awakening. 好，没有了。基本上这时候的希腊就是有点。埃及希腊混合吧，我刚才是不是讲错了？反正是希腊跟埃及有在做混合就对了，也是蛮神奇的一个时代就对了。真是的，剑士啊，砍，Swordsman，OK，好，我们的海战还得继续，拿下叙拉古，Syracuse is ours，shall be ours。We need this naval base for more dominance. Yes, strategically controlled. 他们怎么都用轻骑兵啊？这种东西反复看不了我们的，而且在海上作战效益很差。对啊，而且他们还用运兵船而已，一般的运兵船怎么可能赢过我们？然后我想我会把这拆掉换军营，这里不要变成军事的海上基地，自然就是需要这种单位，不能随便呐、啊。Let's go，很好，又是哎，我还以为又是轻骑兵，结果是更好的骑兵，那个也是轻骑兵，其实算了，反正不管了，比较强的轻骑兵有没有？一个是侦察骑兵，一个是轻骑兵，其实都一样啊。好，不管怎样，Let's go, moving forward. Formation march. Sail or that. 好啦，继续。我们的行动还蛮顺利的，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支援 Carthage 的Carthage 的军队了，对吧？很快，very soon. 只是我们要维护地中海还太困难了，以我们的军力来说。哦，这样都根本不够，对吧？反正就只能依靠一些军事实力，哎，不是军事实力，一些海上基地的帮助啦，对吧？我们要在地中海确保我们可以控制住一切，我们才可以说得上是可以帮上援军。他们应该是死定了，我相信。我有海贼现在还在跟我们停战，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卡住这些位置，让迦太基不容易失守。但是我们必须加快脚步。
因为他们很容易会到。Attack now. Alright, that's fine by me. As long as they take more damage than us, it would be fine. 这边也很适合作为新的海军基地来进一步推展。So let's go. We shall charge. Another turn. Ow. 有讯息。Some messenger had come to aid Rome. I mean Egypt. I shall see myself. 好啦，应该不是啊，应该只是在问我事情，或者是推荐我游戏那一位高人。介绍的文明恶魔族。哦，好吧，我之后再回他。哼哼。All right。Let's wait another turn. Surpass. All right. Let's go, Egypt. 哦，你要跟我要钱？No, never. 我不会再接受你们的。啊，真传过来了，我才不会接受你们的邪恶提议。We, Egypt, never do that. 很好，把它包在海里面。啊，忘记装战船了，装战船了。尴尬，如果我可以现在干掉他，就不尴尬了。Destroyed，啊，destroyed。Yes，they died soon after I come。很好，March，attack。阿拉基斯是个还 OK 的步兵将领，以我的标准来说啊，这游戏废将也没有多废啊，对啊，说真的。我很喜欢这样的，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数据啊，真的。很好，拿下这个城市。哟，哈哈，another city for our greater empire, or you can say kingdom。我是觉得我们在铸造帝国就是。Alright，我应该让萨拉平庸去其他地方，因为这好浪费伤害哦。但算了，来不及了。OK，在海岸边组成战线也很重要，在这边也要组成战线，到哪里都得组成战线。唉，这真的很有中，也很有那时候时代的感觉吧。Everything we do must have a circle, yeah, right. Right, encircle this man, these men，不是一个人而已，是很多人。Cherry 真的不错，不管反什么都很有力。好，不要 K 他们，冲啊，去逆神！Niche will be ours。Yes, great job, man。好吧，这边要破坏一下这个，因为敌人还没有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破坏战，随意破坏战阵行动就是了。很好，不费技能就拿下。Right，这代表我们可以做点什么？Shoot those sword man，没有一个单位可以抵抗弓箭手的攻击，这是真的。很好，皇家卫队展开攻击。皇家卫队是不错的坦，所以说有需要就拿来用。基本上后期我都会用皇家卫士跟战车这样冲，反正这游戏也不是单一单位强就可以赢的啦。哼，但是在欧陆战争六就是单一单位吧，我猜，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只在那里的数据真的都很越来越糟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也没办法啦，这是应该就是个 rip off，就是一个扩充包而已。他们应该什么数据都没有改，真的是很烦。不过也没办法嘛，谁叫我们的那个，我们安卓没有什么 DLC 商法之类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做这么烂的才对，对吧？毕竟要重出成一个 App，太花时间要审查那些有的没的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怪他们还是不要该怪他们。哎 可以当成新的游戏做，但是他们又不想花太多力量，这样吧。Well,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will stay no comment. Until I really play the game, I guess.
直到我真的玩到游戏为止，我想我都不要做什么评价好了。BC 军 resettlement，反正又喜欢那种数据配置是不太可能的啦。唉，真可惜。我知道应该很多人在期待我做相关的主题啊，只是哦，那真的不是我该玩的东西，不是我该介绍给大家的东西。唉，算了算了，我不知道，一切都等真的玩到了再说吧。斥候骑兵可以给我提供视野，是不错的。再来给我个人口呗。真糟糕，都已经动弹不得。这里是什么？哦，商场、商城，应该说市场 （bazaars）。Right，用投石兵反海军还算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们有对抗船的加成。我不太懂为什么，但他们就是可以。They can do it。我说达西亚这里的城市都缺乏经营啊，对吧、啊？这会让我们给我们很好的时光，对吧、啊？都是三等、四等的，没有五等的，对吧、啊？都是我自己自主让它变五等的。哇，他们的海团也蛮多的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一点。看来他们是靠纯粹的数量而已，他们没有任何的战术或什么的。好吧，你既然如此，那我也如此。我们必须确保西西里岛。吸引这些家伙来的话，也不算坏吧，应该说，就可以稍微分担一下迦太基所面临的压力吗？我也不知道。目前看的是有啦。但是不明显啊，这对不起了。反正就今天的守备就对了。We must defend。嗯，好。你就留在海上，不过听勇士比较擅长海战。然后我们不能让他们靠近港口一步，虽然很难。Yeah, but we can do it. Surely we can do it. Yeah, blockade them. 很好，39还可以接受了。再来，more destruction. Here, attack. You attack，对，斯科迪斯奇，然后又拿了罗马吧，对，他们是麻烦的对手。Yeah，but we will march on。我们真的需要更多海军，所以我最好从那边克罗，最好从克里特岛再多要一些，多叫一些。想不到我们的海战要求这么高，嗯，敌人的能力也确实让我惊讶了一下。唉，算了，反正都是时间问题。Let's go, attack more，趁他还不能动的时候攻击。Chariot attack, don't afraid those barbaric cavalry，太野蛮了。看我们的长枪，ow，伤害其实都还算 OK 了。虽然人员大幅减少，但是还是很 OK。Right, now the coastline is defended。这可以让我们的野战有提高伤害。这边有空洞，但我想应该不是问题。那毕竟这代没堡垒。其实应该有堡垒的啊，罗马人都很会盖堡垒，结果居然没出堡垒。
well，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的选择我不介入。我也没跟他们合作过，说真的，我真的只是懒得讲而已。但是如果他们想跟我合作，我也很愿意啦。我可以告诉他们游戏哪里坏，游戏哪里好，这样之类的。我也不知道。然后说游戏最差的应该也只是那个伤害比例的问题而已吧。我唯一不满就只有伤害比例的问题而已。For be honest，就这样而已。好，敲掉，这样我们就成功入侵一块地。刚好我们在工程器、工程船，讲错。Yeah, better off. We are not going to attack them now, at least. Charge！哦，他们觉得装备有多伤害，这怎么回事？How could it happen？没关系，有没有更多船？Let us go. Let us go and charge. Alright，这里被 develop 不错，这个我不需要。哦，对哦，这里还蛮多可以升级的。这是什么？人口？那这个有一点军营，barracks，这样子可以升。诶，哦，因为一等，呵呵，尴尬。再盖个商城区吧，最喜欢商业了。对呀，那些 barbarian 都不懂商业的好处，就只能仰赖我了。OK，我们可以或许啊，不行，我们不要先不要想布林迪西，我们就先想想我们眼前的战线，然后该邀请他来了。对，因为我们已经差不多靠近伊利里亚。对，我应该一直在这边讲伊利里亚，伊利里亚，伊利里亚。我到我的那个第二频道一直忘记伊利里亚，伊利里亚，伊利里亚。哼，算了，反正不管。Let's go. Our war god calling us to fight more. So we end our turn here. The war god has chosen us to prepare for the blood, for their sacrifice. Our god will raise their blade and bless us with their power. 我们的神明会保佑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得到胜利啊。We already win. It's just the time matters all. 我说真的，之前有观众在底下留言说，我只有45%机会赢得胜利。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的战役正是我之前胜利过的那个步骤，跟我之前胜利的一模一样。这个整个步调，哦，我不该那下去的。OK，反正跟我之前一样，我就是在这个绝境中打出一条胜利。所以，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me。我刚才不小心花那点钱，真是个失策。我靠，他们真的穿很多。This is a total disaster for me, I guess。对啊，这真是蛮灾难的。想不到他们从海上过来，但是我真的吸到迦太基的兵力了。对，他们很多选择不过来了，选择过来我这边。This is fine. We shall blockade then. 说真的，又是 blockade。我想先顾海战，这边我刚才不小心多花钱了，这是我的失策。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多花钱在海战上面，很明显是敌人的力量所在啊。Go，雷少佩，哇，那里也有人，这里真是个危险的地方。但是来不及了，我们已经踏上来了，那就要奋战到底。We are already standing here. Fight is the way. Go, my ship. Yes, destroy their morale. 很好，士气被摧毁。Go, go, get going. Get your ass fighting. We must destroy them. Stop them here. 他不然会入侵我们最伟大的家园——埃及呀、啊！They must defeat here and now.
We must stop them. Stop their spreading. 啊，ow！以防御为主好了。对，唉，真的是支撑不起那么高强度的攻击。但是我们还会继续下去。We must find them。我们有了60%的机会胜利。啊，没有开玩笑的，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赢啦，100%吧。因为我赢过了，所以我知道，超糟糕的，对吧？招募点普通的兵，这样才有办法维系更伟大的战争。OK，这边我们就采防御形态，防御姿态，哈哈。话说塞拉平庸是该去补给一下，回雅典去补给一下。OK，这边就不要站太多人。好，让我们先摧毁这个被我们 encirclement 的家伙。Right，这场我其实胜券在握啊，因为这真的是我之前遇过的状况，所以完全没有什么输不输的问题。我会告诉你们什么叫奇迹。I'll show you what is miracle. A miracle. Show you how we won as Egypt。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埃及其实很强啊，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我这样会输呢？我觉得我们的进展真的超顺利的，比我上次打的时候还顺利很多。上次我光这边拜占庭就卡住20回合左右吧，我自己玩的时候。但是，对啊，过了拜占庭就好很多了。而且我上次可没有所谓的庞培来帮，还在伊利比亚撑。所以我其实这场真的是顺利很多，你可以看到我几乎在乌鲁地上横行无阻，欧陆横行无阻。哦，challenge undeniable。Yes, if an enemy challenge you, we must fight. Us 讲错。反正我们的组成战线真的是很不错。我不是觉得我们会输啊，然后 we will lose。我们真的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往前推进，真的是没有更好的，没有比这更快的了。全速前进。然后我们破坏一下吧。啊，错了，按到士兵了。破坏这个城防。很好，我估计这集可以让我们拿下城市。Yes，Chariot 就是这么 OP。Quiet embrace more chariot。我说过了，我们要以守势为主，所以有些部分就守备吧。没办法拿的就别强硬了。有时候我还是会忘记要守备，所以就打得太激进。结果就花很多钱，这样很 NG。不过我现在是为了赢而战，所以我想我不会出错。OK，repositioning，and you ready to take Constantia？应该这样念吧？好了，我们在这沿线真的是打得不错，起码我觉得是不错。我们真的是推进颇迅速。很快就把达西亚赶出海岸线了。这不在我的计划内，攻击。这里要 encircle 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这边太多那个东西了。You shall not escape. None escape. Show out then, great。就算受到大损伤，还是可以做好伤害，真是不错的单位。Never underestimate the bowman，永远别低估了弓箭手，他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真的是，就算是将领也得小心弓箭手啊，他们真的很强。
当然，如果你技能配对的话，他们能更强的。OK，它就是肉盾、炮灰，但也很重要。有时候守住战线的根本就是靠这些炮灰。反正他们的目标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守备，能挡下一切对手的攻击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毕生就是为了我们的战线而努力。我们的大埃及帝国，Egypt Empire will be reborn。如果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大征服者罗马出一个 expansion，就像我们这次欧洲战争六拿到的这个一战的话，那我希望我们拿到 expansion 是那个阿提拉之类的东西，就像陈军普里阿提拉那样。其实我真的蛮希望的啦，因为虽然他们在欧洲战争六数据做很烂，但以大征服者罗马为底的话，我就觉得希望很大。The hope increase. Alright. Next, oh，好吧，虽然我很想过下回合，但很遗憾，时间到了。The war god need us to stop。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啊，我们的战线维持超级赞的，血量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对吧，输出也是慢慢的推进。他们兵力全部大把大把放在叙拉古了，Seleucus，Syracuse，所以我想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才对。当然，Carthage，他们还是有在接受支援，我相信他们还可以再等等，直到我把这些家伙都 repel 等等之类的吧。我要，他们其实也快 encircle 我的部队了，所以我得小心一点。好啦，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哦，对了，如果你们真的希望我做那个的话，欧陆战争618、1914的战役系列的话，请在我出介绍的影片底下留言或按赞，这样我就知道你希望我看我受苦。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